大家好，我是一个健康的宝宝。我爸说自己没文化，要请一个有文化的长辈给我取名字，因此现在我也没有名字，不过你们可以叫我小宝。我很普通，但我却很勇敢，不是我吹牛，要说我真不是一般人。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又一期的宝贝你好。今天这个家庭的宝贝用特殊的方式和我们见面了，虽然这段独白不是他说的，但是我相信当他成年以后，关于他出生的这段经历必将会成为他一生的谈资。因为他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父亲，更是见证了一段大爱的历程。在8月12号的午夜，我第一次不在家里过夜，从离爆炸中心2公里的泰丰家园搬到了离爆炸中心更远6公里外的小郭叔叔和阿姨位于东江路欧美小镇的家中。平时这个点儿我早就睡了，但是这个夜晚我不想睡，我想听听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想看看面对大事儿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勇敢。反正当时就挺害怕的嘛，他吓坏了，他哭了呗。没事啊。本节目由来瓶胃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君瑶胃动力冠名播出，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整内容。使用微信瑶电视参与宝贝你好节目报名，就有机会摄像记录你的宝贝人生旅途的开始，同时使用天天圈分享宝贝亲密照，就有机会成为封面宝贝。宝宝没事就好。嗯，你看反正有人摸的时候他一般都，我说话真大的动态。哎，放羊了，哎，顶动了，顶这儿了，顶这儿了。哎，我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动了，咋不动了？在这儿。我说话，我在家说话。都颤了一下。嗯，因为她怀孕了嘛，快生了，还有预产期也就10多天吧，在她离爆炸的地方也比较近，然后就一下就想到她了。第一时间感觉人没事儿，最起码是人没有事儿就行。小郭叔叔和爸爸都是从东北老家牡丹江一起来天津奋斗的好朋友，郭阿姨和妈妈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感觉在小郭叔叔和阿姨的家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舒服，我真替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朋友高兴。我们一家人终于安静下来了。吓坏了，我儿子在吓坏了，我急得哭了。哎，那会儿就光知道空光跑，来回跑，没想那么多。没想到会。没担心，没担心咱孩子。那你担心了吗？我咋没担心呢？那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呀？他娘俩呗。他娘俩。嗯。那能不想？我第一时间是想到你。嗯，我第一时间想到我媳妇。哎呀，我没在家，我出去呢嘛。他在家，我媳妇吓坏了。你干啥去了？我办点事儿，玩儿。办啥事儿去了？你说你不在家陪我？谁他妈不在家陪我，给我吓死了都快！我能看见，就在这个窗户就能看见。看吗？我就在那看见那红的嘛。然后等到我反过来的时候，就砰砰两声，跑下去了。下楼回来，他说饿了，吃饭。然后我想，哎呀，另一阵在吴大姐，赶紧打电话，然后就给你打电话了。都知道吴大姐开发区。你不打电话，我昨天晚上我俩不知道咋睡了。对，我打电话就说，我说你那有事吗？然后说有事。还有多少天生啊？10多天吧。10多天了。嗯。医院都治好了？没有了。提前联系一下医院，然后都做好准备了。病房都弄好。对，都联系完了，然后到时候省得来不及。去市里找医院去，不来塘沽道了。这么多伤员，别给医院添麻烦，是不是？我这么想。对，因为咱就是塘沽这爆炸，这么多伤员。医院肯定都忙着呢，就去市里吧，就行了。我听爸爸和妈妈说，泰达医院要忙着抢救在事故中受伤的叔叔阿姨，不让我在这家医院出生了，怕我添乱。不过我还是好开心，我真的没想到我的父母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这么的冷静乐观。那我出去了。我当时就默默地下了决心，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乖乖地听妈妈的话，不给父母添麻烦。我要睡了。这是我的心跳，你听听多么有力。再看看医生和我父母的笑容，我真的很厉害吧。说不折腾就不折腾。名字
令一针，命令的令，一二三的一。等着啊，你们俩可坐过。这家位于市中心的医院离我家足足有50多公里，妈妈今天第一次在这家医院产检，医院没有我和妈妈的资料，所有的检查都要重新来过，虽然麻烦，但是总算把医院落实下来了，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如果我突然出来他们会来不及找医院了。我是以为是快生，但现在稍微有一点疼，我就立马往他去吃里，有一点疼我就感觉宝宝的衣服，然后湿巾呢，就反正每次去医院的时候都领着，就害怕随时有生产的可能嘛。令一针，你那个预产期是8月29号，对吗？咱们从刚才的产科检查的那个情况看呢，你有一点点的那宫缩，从塘沽过来是吧？可能精神上也比较紧张，它就会诱发有一些个宫缩，再加上咱们的孕晚期，从36周以后可能随时都有一点假宫缩，你不用着急，它一般的有正规的宫缩到生，都得有一段的时间，你呢就离着这儿尽量的离着近点儿就过来，在这边附近呢。找一个地方住下，然后随时有事呢，咱们就住进医院了。我要抽血了，抽气管了。我查对以后才能告诉您抽几个。大夫，你这血的不太好，咋的？你血的好。我血的，我俩差不多。你承不承认？你这血的不咋地，别着急啊，别忙了啊。有时候我感觉爸爸也像个小孩，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我知道他想转移妈妈的注意力。又得好几管血了，还管血呢。来，郑泉，好的，放松，疼一下啊。医生说我随时可能出来，这让妈妈又高兴又激动，我也很开心，终于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可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担心，因为以前在泰达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姿势不好，不能自己出来，爸爸妈妈特别头疼，说我太淘气。今天检查，爸爸最担心的就是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换了姿势，做好随时出来的准备了。你看这是宝宝的头啊，头朝下，头朝下位置顺的啊。大夫，他现在头朝下还能转头上转不了了是吧？现在基本固定，再不会转，就不会往上转了是吧？对，放心了。我就担心这事儿。到36周了，他还是那个头朝上边没往下转，然后大夫就说有可能转不下来，然后就得剖腹产嘛，就说赶紧给我转下来，不然我到时候不好生啊。啊，这是眼睛吗？我最关心的是眼睛大不大，别像他爸。不能像我的像这段吗？羊水也是合适的啊，胎盘是前臂2级加，心率也是正常的 ，S 比例也正常，目前宝宝挺好的，啊。看到爸爸妈妈开心，我也跟着乐。为了让我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从8月12号夜晚到现在，爸爸妈妈一直就在为医院的事情忙活，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思。我们从小郭叔叔和阿姨家离开后，就搬到了市中心一家离医院很近的宾馆，这个就是我们临时的家，我们都住了7天了。医院附近找的，就是管他好不好，方便就行，去那个医院好找，因为对市里不是怎么熟悉。妈累死了，终于可以休息了。就是躺坐会儿吧。哪劲啊？那肯定没有家里舒服，在那边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没有意思，反正就是。宾馆离医院挺近，但是离我们堂姑的家很远，虽然宾馆住着也很舒服，但是医生说我快要出来了，妈妈不想让我跟着也住宾馆，而且我听妈妈说姥姥姥爷也要来天津了。我是啥意思啊？咱爸住宾馆？我爸自己住宾馆。然后妈呢？住医院呗。你呢？我也住医院，你觉得行不行？行。
行不行？咱妈得照顾孩子呀，咱俩也不咋会呀。不有你吗？我学过了，保姆啊，我呀，我不教我。不是说你照顾的吗？我学过吗？我也没学过呀。你妈来不来呀？我妈不来。咋的呢？伺候你们。你妈咋就伺候不明白呢？你咋长大的？我妈伺候你信得着吗？你信得着吗？我问你。那从医院附近呢？待几天，然后再住院呢？住院的回家吧。回家都说空气不好，能住吗？都现在都好了，这塘沽今天可蓝了，今天。住几天院，然后再又撤回去。虽然妈妈很想回我们塘沽的家，但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她还是有点担心。关键时候还是爸爸主意正。今天是住宾馆还是不住啊？他住啥意思啊？别住了呗。那回得今天大夫不说了吗？不没啥动静吗？这38度多还得过个6、7天才能有动静吗？咱俩就回。咱回也没回家住一宿，第二天再来。第二天来干嘛呀？要回去咱就等有动静再来呗，干嘛第二天再来？那就尽量住个近点呗。他们开车多远呢？跑市里跑医院。等他有那个症状，他能来得及，能赶得及。又不是说立马就生了，反正尽量。咱从塘沽开车到这多长时间？不一个小时啊，不然不好走啊，市里多堵啊，市里。开车。你再过去退房去。嗯，走。回家啊、哦。嗯，来。好的。嗯。就决定回来吧，害怕担心提前生，然后就寻思再回来把孩子东西准备准备。这是个家，你不能说走走，对不对？还在家舒服，那外面不方便，不得劲儿啊。紧张吗你？不用怕，这紧张啥呀？现在不没啥事儿，别紧张。你紧张是孩子跟着紧张。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可家里是什么样呢？宝宝都等不及看了，我们的家变样了吗？特别就是说想回家，就是不知道小区还有没有人住啊。然后我回来之后就问那个楼下保安了，他说豆瓣都已经入住了，就放心了。从那边吧，那条街过来的吧，还一样啊，没有什么说立马就能闻到什么刺鼻的味道，根本没有。这边厨房那个瓷砖震掉了好多块，纱窗震破，那些小框小相框就是用胶粘的吧，那个就掉了。这是爸爸妈妈8月12号离家以后第一次回到泰丰家园的家，虽说这里离事故发生的地方很近。但是妈妈检查完发现我们家基本还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我真高兴，我们一家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自己家了。现在没有什么担心的了，你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是正常该工作工作了，饭店也有的多半都开了。别看今天爸爸这么勤快，可我听妈妈说过，爸爸以前可不这样。可是因为我的到来，爸爸变了很多，宝宝真高兴。地是我从来我不擦，我每次擦地我都嫌边擦边挠，太费劲了。以前很少很少，就是比较懒，不做。改变太大了，以前光玩嘛，怀孕之后就不怎么玩。就是没有显肚子的时候，他好像意识不到啊，当爸爸了。有孩子和没孩子之前是两码事儿的。然后到后期就是肚子大点的时候，他也看我挺不容易的，挺个大肚子会比较好点吧。每天都是做饭了呀，偶尔经常吃啥了，因为他父母和我父母都不在这边，只能我小两口在这边。现在就是怀孕之后还愿意收拾屋子了什么的，之前就不愿意管这一切。虽说现在我们在天津安了家，家很温馨也很舒服，可是为了这个家，爸爸真的挺不容易的。爸爸和宝宝不一样，宝宝出生在天津，但是爸爸出生在东北。17岁的时候，爸爸就来了天津，如今都10几年了，爸爸也算半个天津人了吧。欢迎光临。扎根了呗，在这儿，为了孩子，以后给孩子多攒点。我介绍一下子啊，媳妇，这是店的经理。咱店经理，新盘店啊，坐着来，来坐着来，我看溜溜我们家事儿啊，来来来，怎么样，同学，店里？最近店还行吧。之前他一直有这个想法。鞋底那时候跟他那个以前原主的店儿开始就接触了，
开始我就去了，去了两趟。然后跟那个老板也谈过这事，就是一直没有落实。我店已经盘了，我不能把我次序打乱了，我该忙忙我的呗。我以前最不喜欢听爸爸动不动就谈钱，但今天的确不一样。在发生了那么大的时候，爸爸还是坚定地盘下了这家位于第三大街离爆炸中心点3公里的饭店。那时候我哥俩开一小门店，在那个环海商城嘛，卖装材料卖门，哪那么有钱呢，管门借了3块钱，塘沽的，塘沽本地人，然后一点点开始呢就做生意嘛，来回嘛。我终于知道爸爸为什么盘下这家店了，原来是为了报恩啊！嫂子大概什么时候生啊？8月29预产期。那恭喜大哥，马上快当爹。马上了，这不马上了，也快了啊！等会儿这样吧，等会儿嫂子看看啊。我一直没来呢，上厨房看看去，厨房看看。咱后边转着看看，走，后边说了。我给你看看去，我说。咱这个店儿，媳妇儿，这是刚进手，咱这可以开业，现在。还是以前那个地方来吗？从哪来？现在这虾园，咱这虾园始终没变，还是那个鄱阳湖。鄱阳湖。那现在这个爆炸业，这家店有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有。说实话，你上回开会说那个对外经营呀，有人来吃咱就卖，大部分的精力还是放在就是像给志愿者呀，或者给这个消防官兵这一块儿，人家有什么需求，咱还得现买足证。口味啥没变吧？咱从咱接手之后，口味变了吗？从咱接手口味没变，始终如一。反应挺好。行，慢点啊。我特别开心，有了这家店，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更好了。最让我开心的是，爸爸终于可以不用起早贪黑的跑海边收海鲜了，宝宝真高兴。走。嗯，你装那些东西吧。他缺尿布什么？从8月12号到今天已经10天了，爸爸的饭店也有了着落，宝宝的家也恢复了以前的平静。爸爸妈妈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等我出来了，宝宝真高兴能够有这么温馨幸福的一个家。其实宝宝还知道一个小秘密，当初是爸爸追的妈妈，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后来才有了我。14年正月14那天领我老婆不想结，我提的，就感觉也时机成熟了，他该能给我的都能给我了，然后就想着结婚了。现在为了我，姥姥和姥爷也来天津了，我们一家人大团圆了，宝宝好高兴啊。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整内容。我等不及了，从8月12号夜晚到今天19天过去了，我想见到我的爸爸妈妈。那会儿在待产室就我自己在那躺着嘛，然后还那么疼，最多的感觉还是有时候感觉还是挺委屈的吧。我媳妇说话劲儿都没有了，看他老婆哭了，心里就不得劲儿，心里肯定不得劲儿了。那你不得劲儿得生啊，你不能不生啊。其实还疼吗？还疼吗？疼是正常，啊，一场水就好。今天疼该哭哭的劲儿。不是这个，绿的。吃，要疼了还得放下。一宿没睡觉。别着急，我一会儿给你查，查完咱想办法，好不好？啊。136，挺好的啊。再疼疼，一会儿开3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在这入水，啊，减轻疼痛。我发现你还真够能，真够能吃的啊。还行，我今天不吃点有劲了。我媳妇说，我说媳妇你在这怀孕呢，再胖2斤该多好，现在110嘛，我担心这事没别的。那得2点才能生吧？这个没有定点的，宝贝儿啊，你说2点的啊？哎，对呀，你孩子也不大，说不定还快呢。这老公陪产多好，陪产吗？我不陪。为什么？
这个最应该你来赔，这么关键时候你不赔，你什么时候赔？你说破天我也不进去，我也不赔。我怎么样啊？睡觉了，累了。我以为睡着了。那大夫，那疼他怎么睡着的呀？打针了。啊、哦。打针了。这回也行，那行，那消停会儿吧。这不是睡前疼。嗯。开几个指缝了现在？我就说你为什么不陪产？我走了，我溜达去。回答我的问题吗？现在还想哭吗？不哭了，这现在能承受了，在里头是不是？比在上外头那干巴巴的疼舒服点儿。可是妈妈实在是太瘦了，而且因为宝宝折腾了一个晚上，妈妈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水里休息了一会儿，医生又让妈妈出来了。从昨天下午6点到现在，都已经10几个小时了。想睡，想睡让睡会儿。你等等，他现在产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工作也不行，所以咱们就卖给他那个安定，然后充分休息以后再看。你觉得你几点能给宝宝接连？你跟我说一说。我希望越早越好，最好4、5点吧。嗯，基本就这个点儿啊，相信我啊，自己要努力哈、啊，宝宝要跟妈妈一起努力啊。再一个就是跟宝宝一起，就是坚定的去。4、5点的话，你看，这个预感是非常准的。着急咋不着急呀？那都是3点了，我再不生给他抛吧，我寻思啊，这。用嘴吐，对，那你得吸气，听我说，来吐，用嘴，对。宝宝各方面条件很好，一定要做最棒的妈妈，好不好？这真的是给你帮，加油加油！一般你生产出这个公司快了，让他开的快一点啊！你没进去备产很遗憾。哎呀，为什么他会这个一下子塌到这儿来以后呢？太痛苦，我心里不得劲儿。啊？太痛苦，太痛苦，心里不得劲。我就觉得你在这儿，我就觉得你这个理念哈、啊，比你媳妇差远了。他想当爸爸吗？别捣，我还走吧。一起分享喜悦啊！嗯。对，这工作不好，我现在给他开放了静脉通道，大部位立刻收。你给他准备什么喝的东西啊，吃点东西啊，什么都该有吗？我去买去吧，现在大概其他还有多少钱能生？我这你看，薅出来，大概其下午见了。看到妈妈那么疼，姥姥也很难受。可是生宝宝的痛只有妈妈可以体会，爸爸和姥姥心疼也没有办法。看着心里也挺难受的。不疼了，这开4指不不止了，现在不。万一有个睡还不咋困呢啊？他并不是不关心，知道吗？你说我大男子主义吧，我也是有点的意思。但是对这个生孩子进不去陪产嘛，我倒不来点香参。25，来这30嘛，那20够了，31克啊。10克。啊。那够，我俩没事先商量好了，不用我陪产。最脆弱的一面还是我自己看着吧，别让他看见了。哦，大便干了。哦，真好。好了，占地吧。40、40啊，42，好，真好，再努力。我这小子呀，长大了不是一般炮啊。这就出生的，你看今天生的，今天这下雨又打雷的吗？就到不了4点，嗯，就到不了，到不了，咱们马上生了是吧？因为他工作不好，就给他静脉滴催产素了。滴催产素的过程，他进展还是比较快的。2点的时候吧，就是开7、8个了。吸气，呼气，哎，好，调节起来，真棒啊！憋得慌吗？憋得慌，好。憋得厉害吗？说话。练十啊，十好，走。这疼是憋，说好。香是劲儿吗？赶紧叫他出来，赶紧叫他出来。他这儿复烦了，必须出来。这样羊水不好，羊水不好了，快点让水出来吧。哎，不行就咱这。到2点半的时候，工号就开全了，但是他呢，就是还属于无力型的。嗨。行，
再来，再来。好，再来，再来，再来，再十。好，十十十十十十十，快十。有点渐进的，太艰难了。再来，再来，再来。好，加油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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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昨晚上下半夜两点开始疼，会疼十二个小时。好，多喝西洋参水。好，真棒，好，真棒，好，再吃。她本身她那怀孕前就比较瘦，体质比较弱，我感觉她不爱吃肉。平常你体现不出来，到生产生孩子过程当中你就体现出来了。体力差的人，她生孩子就费劲。这还不生呢，谁不着急啊？等八小时，实际上从开疼12小时应该是。咳嗽，医生，咳嗽，有孩子没孩子之前是这两码事儿。我说我赶紧给我转下来，不然我到时候不好生啊。改变太大了，人光玩儿嘛，为了孩子以后给孩子多攒点。3.08是个儿子。嗯，这也太惨了。生了，爸告诉你声啊，啊，这不下雨天生的吗，爸呀？你看你，好了，爸啊，好了。我爸起个啥名？我爸说的叫曾飞虎。妈，好了，好，我给你回来先。两千中药吧。我得看一眼我家孩子在哪儿呢。啊，一会儿孩子就抱出来，他现在在打疫苗呢。哦，行。那是不是面老呢？看看你妈折腾够呛，就这种感觉。看我这幸福一瞬间，幸福时刻，祝贺！我最关心的是眼睛大不大，别像他爸，像他爸，像他爸。你说他生出来长啥样啊？他随你呗，别随我。你咋的了？随我都磕碜呢。你磕碜呢？嗯。啊，你终于承认你磕碜了。要是姑娘，千万不能随我，最起码随你，千万不能随我。不是男孩女孩都不能随你，那随谁呀？随你呗。哈哈哈跟我咋了？太像。摇一摇，摇一。本节目由来瓶胃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君药胃动力冠名播出，感谢腾讯娱乐、新浪娱乐客户端、凤凰娱乐、网易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啊，我这不好起，我这不会写。我寻思现在这不今天9月3号不是那个阅兵吗？我上阅兵吧，我媳妇说不行，多少年代起的名了，她不让起。听说爸爸一直没给宝宝起好名字，叔叔阿姨都来帮忙，可是宝宝究竟叫什么名字好呢？我说叫张宇翔、张宇瑞、张景浩，大家来这不行，谢谢。我说叫张三，张金安，天津平安，宝贝的爸爸妈妈终于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将伴随这个孩子一生。我相信关于他出生前19天的故事，等他长大以后一定会有许多人讲给他听。我更相信未来成人的他一定会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乐观坚强。我们也祝福这样一家人健康平安。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准爸妈，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电话。所有参加节目的嘉宾朋友都将会获得由君药胃动力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当然参与我们的节目是全程免费的。好了，感谢你收看了又一期的宝贝你好，下期节目再见。